是大家讨论的话题，买机车居然可以中千万元，这么幸运的事情就发生在台中大里。有一名消费者到车行花了81000元，他买了一部全新的机车，结果7到8月份的发票就对中了千万大奖。那么这也是统一发票开奖时以来最高单笔销售金额的大奖发票。车行业者说，这名中奖的消费者是在8月中旬来买车的，她是一名妇女，所以应该是拿来代步使用。颜色不一样，颜色是不出来。车行业者比着这台全新的薄荷绿机车，就是卖出这辆同款不同色的机车，财神降临，千万头奖发票开在这里。消费者在今年8月中旬来买的，有一点年纪的家长，哎，对对对。他用途应该是代步。开出千万发票，业者超开心。今年7到8月发票千万元特别奖开出22张，其中一张就开在台中大里这家机车行。消费者花了81000元买了全新的机车，中了千万大奖，同时也是统一发票开奖时以来最高单笔销售金额的大奖发票。只是觉得他很幸运，没有想过会有发生这种事情吧？买车就中1000万。还有民众花了190元买了手机应用 App。也中千万大奖，还没对发票的民众赶快把身边的发票拿出来，有可能幸运儿就是你。记者颜吕、梁志祥台中采访报道。